有善男子，受因虚妙，不着邪律，圆定法明三摩地中，心爱深入，科及心勤，乐出因机，贪求静谧。要这个修定的善男子，受因虚妙，不着邪律，圆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深入，他心呢贪生出一种贪爱，贪爱什么呢？贪爱深入这种道理，所以呀就苛己心勤呢，自己呀苛苦自待，自己呀对自己呀很苛己的心，就是辛苦，勤就是勤俭啊，修行啊很用功的。乐处因寂，他呀愿意呀居处到这个阴啊，没有阳光的地方啊，没有什么人的地方，那个就好像啊愿意住那个深山穷谷这个洞里边呢，那个地方又非常寂寞的地方，贪求静谧，贪求那个地方啊清静，因为你太贪清静了，也就会生出一种魔。人你做修道啊，无论什么也不要贪啊，好的也不贪，坏的也不贪啊，你就是平常心是道，要平平常常的这个心，不要生一种贪心，你贪什么都是不对的。而是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夫人口说经法，这也和前面那一样讲法。但当日之时，这个天魔啊，天上的魔王啊，就等着他有了机会呀、啊，就非经夫人，那么派一个魔鬼呀、啊，魔王的眷属啊，附到其他人的身上啊，就来呀、啊，口说经法，给他讲经说法。其人本不矫之魔招，这个被魔所附的这个人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招了魔了啊，以言自得，也这样讲说是啊，这个魔王，总而言之他都说自己得了无上涅槃。有什么地方证明你可以证明出来说知道他是魔呢？这个魔呀多数是自己赞叹自己的，你知不知道我呀、啊？我现在已经得到涅槃的果位了，我现在证得出果了，我现在得到四果了，我现在就是菩萨，你认识不认识啊？一说这话的人，你那不用问的，这就是魔。要不是魔，要是佛啊，他不会说啊，我就是佛啊，你快来给我叩头啊，你要不给我叩头啊，哼，那你就当面错过，交背失职了。哼，我这个佛你都不给我叩头，哈，你真是愚痴的很。他这样的自己也称自己是佛，自己称自己又是菩萨，自己称自己又是阿罗汉，这个他要能这样一讲啊，那就是魔了。你不用问，不问可知这是魔鬼讲话呢。不是魔鬼，佛也不自己呀说啊，我就是佛。菩萨现在到世界上来，他也不自己说自己是菩萨啊。你就旁人叫他菩萨，他自己都不会承认的，都不承认的。旁人就是他是佛，旁人呢说哦，你是佛了，我知道你是佛啊，他自己也不承认的。啊，不要说佛菩萨，就你说他开悟了，他都不承认的，不承认。你真正开悟的人，他不会自己承认自己是开悟了，啊，他说哦，我是开悟了，那你不要听他，那简直的他连那狗都不入的，啊，为什么呢？
所以啊，你就不要听他那净净吹啊，净啊自己捧自己啊，不要听那个。你所以要为什么要听经呢？听经你就有照妖镜了，这个妖魔鬼怪他一现形你就知道了啊。你要不明白佛法哦，他说什么你不知道，你就被他骗了。啊，来比丘因来到啊，他这个被魔鬼附到身上这个人来到啊，这个贪求阴蔽的这个善男子的地方，不作说法，也是啊，达生法作说法，令其听人呢，令所听的这个人呢，各知本业。每一个人呢当时就觉得就好像做梦似的啊，我前生是干什么的，我前生是个前生是个狗是个给你看家的一个狗啊，那个时候我前生就是个猫，那个时候前生就是个鸡啊，都不是个人了，都不是人了啊，那个时候哦我前生就是个牛啊，原来啊，回忆起处啊，回者呀，在什么地方啊？于一人言呢，就告诉一个人呢，就说了，好像这个魔鬼呀，就对这个人说了，说什么呢？说汝今未死，已作畜生啊！说你前生是个畜生啊，前生是个狗啊。你今生没有死呢，已经又做了狗了，已经又做了畜生了啊！你不相信？刺死一人，于后踏尾，你叫一个人说他是我讲话，他不相信。你在后边踩一踩，踩着那个他的尾巴，你看看他能起来不能起来啊？就叫一个人呢，在这个人后边呢，就用脚跟底下一踩。啊，说踩他的尾巴啊，顿令其人岂不能得。你说这神通大不大？他说这个人有个尾巴，叫人一踩，这个人果然就站不起来了，就不能起来了啊，不能起来。所以啊，这个人不信都要信了。哦，他说我是畜生，现在真有尾巴了啊，真有了尾巴了啊，要不然的时候怎么他踩着我起不来身呢？啊，于是一众啊坑心勤服。于是啊，这大家一看，哇，这真灵哦！你看这个人没死，他就知道他做畜生了。哎，这真是佛喽，这真是菩萨喽，这真是活菩萨喽，哎。其实被鬼骗了你还不知道呢，见了鬼了啊，见了魔王你当了菩萨了。哎，这真是颠倒众生啊啊，一众坑心呐、啊、这所有的这个听他讲的坑心勤服勤服啊，一顿由人其心，以知其道。在这个时候，你说有一个人就，怎么这样？这不会有这个道理吧？心里这么是生一种怀疑心啊，这个魔鬼就知道了，说哎，你现在不相信我讲的，这以知其道啊，就是知道他那个开始了，知道他心里啊讲什么。所以这一行人一看，哇、哦，这真是菩萨，他知道我心里没讲出来的话，他都知道。哦，我生这么一个念头，一个怀疑的念头，他就给我说出来了。啊、哦，这不得了了，以后再不能不信了。啊，这个人不信，这个人也信了。你看啊，你怎么样啊？佛律以外呀、啊，在这个佛的律以外。啊，重加辛苦啊！
他说佛的律那个戒律不够，我现在给你们再立点新戒律啊，我要叫你们做一个新佛，新我创一个新佛教啊，以前那是旧的了，没有用了啊，现在科学时代要啊，什么事情都要维新改良，原子时代那个旧脑筋用不着了，旧佛教也不也不应该用了。你看他把佛教都改了啊，所以呀、又可以做长老，又可以做这个什么比丘了，什么都可以了。他呀诽谤比丘啊，他说比丘，什么叫比丘啊，比什么丘啊，啊就这么啊，他说你是啊，他是个比丘，我说他是个泥鳅啊，骂力徒众啊，他骂力徒众，见着这个他有徒弟啊，他随便骂，你是个狗啊，又你是个猫，或者你是个老鼠啊，或者你是个猪，就骂这个徒弟。这徒弟一看，哦，真是菩萨骂我，也承认了啊！你说我是猪，我就是猪；说我是狗，我就是狗；说我是猫，我就是猫。所以呀、也不敢驳嘴了啊！你说这个真是一个啊，这个魔王的力量，你说多大，把人呢都迷的，都相信他，说什么都相信他啊。揭露人事，揭露人事啊，就揭露人私啊，揭露人的私事啊，人私事怎么样的私事啊，譬如啊，这个男女做一个不正当的事情了，他就哎，你和某某，你同某一个男人在什么什么地方干什么干什么来着，这个哟，这他怎么知道呢，他给他公开，他们两个是个最不好的人啊，最坏的人啊，在什么地方又做一个不正当的事情啊，见不得人的事情啊，你问问他，他不敢不承认的。这两个人哦，果然有这么个事情，也不敢不承认。所以呀、这就叫表现什么呢？表现他有神通，表现他什么事情都知道啊。所以呀、揭露人事。揭露人事就揭露人私，人的私，人的秘密，就揭露人的秘密，不必讥嫌，也不怕人呢来讥讽啊，有嫌疑啊，口中好言啊，未然祸福，口中啊，他常常欢喜说什么呢？哎，你小心的啊，明天你会。不好的啊，你明天呢或者会有人给你下毒药，你吃东西小心一点，你要不小心就会被人毒死你啊，就讲这个未然的祸福，或者讲祸，或者讲福，机智其实赶到他那时候呢啊，丝毫无失啊，丝毫都不错，果然的应验，果然灵的不得了啊，你看你敢不相信？哼，这个魔王啊，比菩萨厉害得多。此大力鬼，年老成魔，恼烂世人。燕竹先生去比人体，弟子于是俱现王难。此大力鬼呀，这个鬼呀是个叫大力鬼，年老成魔。这鬼呀年老成魔了，人要嘞年老啊就成贼了。我今天白天不讲，那个老的要是不死啊，中国人有这么句话说，老而不死是为贼。这个人年老了，他经验的多了，也就会呀、做坏了。鬼年老了就成魔了，恼烂世人呢、
他就妒忌人家修道啊，要去啊破坏人定力，厌足心生，久而久之啊，他也生意这个魔啊，也生厌足心了啊，去彼人体，就啊，哎，把这个他父这个人呢，撇弃了。弟子遇师俱现能耐，这个弟子遇师俱现能耐，也就等于俱同落地狱一样的。以前我不说过啊，梦懂传梦懂，一传两不懂，师父下地狱，徒弟万里拱，这也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啊啊。因为他没有遇到明白师父，所以呀、啊、就呼了巴嘟的，他师父跑到地狱去了，跑地狱去啊，这个徒弟一看师父在前面走，他在后边跟着了，跟着到地狱里的时候，这师父一回头说，哎，你干什么也来了？这徒弟说，我看你来了，当然我也要跟着你来嘛。啊，这个师父说，哎呀，这个地方不是好地方啊，你不应该来呀、啊、那你先来了，我怎么可以不来的呢？我是跟你学的嘛，所以你到什么地方我应该到什么地方。这个师傅一想啊，这个自己下地狱了，把徒弟也带来堕地狱了，真是对不起嗯啊威力少的嗯。啊，如荡仙桥不入轮回，啊，迷回不知堕无间狱，堕无间地狱，啊，后边还有几句，又刹男子笑音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之间，勤苦研寻探求许命。又有这种啊修定的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在这个定里边，心爱直见，心里边呢想要知道多一点事情，想要啊得到许命，勤苦研寻呢 啊非常的用功，勤俭精进啊，也不怕苦，你研寻呢要怎么样呢，探求许命，他想要知道许命。儿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服人口说经法，其人初步矫之，魔爪怡然自得，无上涅槃来比丘之，善男子出不作说法。当儿之时啊，这个天上的这种天魔又后得其变，非经服人口说经法，其人也不知道自己招了魔了，怡然自得，无上涅槃来比丘之，大男子出不作说法啊，这讲法，智人无端于说法处得大宝珠，其魔回时化为畜生，口先其珠，即砸珍宝，检车服毒，诸其异物，先受彼人，后招其体，回又听人藏于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处，是诸听者得未曾有，多食药草，
不参家传，回时日参一马一慢，其行非冲，磨砺持故，诽谤比丘，骂砺途中不必积嫌。世人无端的说法处，这个人呢也无缘无故的就无端端的啊，在这个说法的这个地方啊，就得大宝珠，得到一个大宝珠，或者钻石啊，或者是什么如意珠之类的。其魔毁石啊，这个魔啊，或者有的时候化为畜生啊，这个说法的他自己变成畜生了啊。他说这个菩萨什么都变的啊，口先其珠啊，他用变成畜生啊，用口叼着这个珠子啊，积杂珍宝和其他的珍宝，或者呀有这个书简撤类，或者符啊，这符是古来呀有一种绕和符解，这个用竹子写到两边上都一样的，这中间呢连着写这个字，你等到用的时候两个往一块往一起一对，要对上了，这就是啊你就是真的，要对不上你就是假的。回到画符啊，这鬼画符给这个降魔作鬼的、降妖作怪的画符。毒啊，也是一种这个书毒之类的。诸奇异物啊，都是啊很奇异的、很奇怪的、很值钱的东西，先授彼人呢、啊，他先呢就给这个人了，后招其体，后啊，然后又自己呀、啊、招他自己这个身体上。回忧听人，回者呀，他叫这个听的人呢藏于地下，说把这个珠子藏到地下，有明月个珠啊，就有一个好像明月这么个珠子啊，照耀其处，就照这个地方放光。是诸听者呀，这一切听他说法这些个人呢，得未曾有，说这真是真的啊，这个不会是魔了啊，他明明是魔，他说他不会是魔了。这一些个听法的人多吃药草，这个魔呢常常吃药草，不吃饭，不参家传，不吃啊好的东西，就吃药啊，吃什么药啊，或者吃人参呐、啊，或者吃这个最有补的这个药品啊。我在香港遇到一个人，他说他不吃饭啊，帮着人家求或者求寿，或者求子，或者求福，或者求什么啊，在人家里一住啊，就说他不吃饭，其实他吃什么呢，吃这核桃啊，英文我不知叫什么，就是那个核桃啊，那里边有人，核桃，总而言之这核桃啊是补脑的，你吃了它脑筋就很好，这个东西吃很少就不饿了，吃的比如说你吃饭吃这么一碗饭呢，你吃这个东西吃半碗就饱了啊，很多的油的，也就或者松子之类的，松树子啊，这个总而言之这个最有营养的这个东西，他吃这个东西，不参加壮啊，不吃好的东西，回食日餐，回者有的时候呢一天就吃一麻一麦，吃一个麻粒一个麦粒，其行非冲，他呢还很胖的啊，胖的比那个猪都胖啊，比那个肥猪都胖，为什么呢，魔力持故，他这个魔呀给他这个魔的力量奢侈的缘故。诽谤比丘，他专门骂和尚，专门骂出家人啊，出家出什么家，一点都不修道，出家呢，
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他说，啊，这么毁谤出家人，哎，你信他干什么？他也是个人嘛，啊，你真是这啊，广东话，走个，啊，这个你真愚蠢到极点了，愚蠢到极点了。人家要信比丘啊，他说你愚蠢到极点，骂力徒众，也骂他自己的徒弟，回来骂什么都骂啊，不一定就是畜生啊，回来是其他的是什么东西的骂，不避忌险，他也不怕这个忌险，口中好言他方宝藏，十方贤圣潜匿之处啊，随其后者往往见有奇异之人。口中好言，他的口里他欢喜说什么呢？哎，什么地方有很多的宝贝啊，很多的金银财宝啊，啊，你想不想要啊？啊，就这么妖言惑众。十方贤圣是吧，或者是佛呀，或者是菩萨啊，他在什么地方呢？修行你都不知道，潜匿之处，随其后者，在他后边的人呢，往往见有，往往啊就看见呢啊奇异之人哦，或者是啊哦放光啊，或者是怎么样子啊，总而言之非常的这么古怪的。此名山林土地城隍，穿药鬼神年老成魔，回有选人破佛戒律，与成事者前行无欲，回有精进纯实草木无定形式，挠烂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于是俱现亡难。此名这个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是啊，或者在山上树林子里边，或者是土地，或者是土地鬼，或者是城隍神，或者是穿药的神啊，鬼神年老成魔，他也时间久了变成魔了，会有选人呢，他都是这个有一种隐喻的心，破佛戒律，破佛破坏佛的戒律，与成事者潜行五欲，欲啊和他在一起的这个人呢，潜行五欲啊，五欲啊，什么叫五欲呢？就是财色名食睡，这是人间的这个五欲。会有精进啊，回者呢有一种啊，也好像精进似的，纯食草木，单单呢吃草吃木，无定恒是，他不打坐不修行，单行这个无意的苦恨，恼烂世人，他令这个修道的人呢不修行，厌足心生，他这个厌足的时候心生了一种厌足心呢，就去彼人体，弟子一知俱现亡难。如当仙脚不入轮回，迷回不知堕无间狱，你应该呀先先觉悟，不入这个魔的圈套，不入魔的这个轮回里头去，迷回不知，如果你要是啊迷回不知的话啊，堕无间狱，堕我无间地狱。又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神通，种种变化，研究化缘，贪取神力，
又有一种修道的这个习静的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神通。他心里呀又打了一种妄想，打妄想干什么呢？想要得到这个大神通吧。种种变化啊，现空中十八变，先是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这个在好像这个罗汉呢在空中有十八变，他也想这个神通啊，研究化缘，研究这个变化，这个本源啊，这个道理，贪取神力，他贪求啊这个神通的力量。而是天魔后得其变，非经俗人口说经法。当而之时，这个天魔呀就在那等着等着等着，有这机会了，非经俗人口说经法。这个人呢口里也想说经法，其人诚不矫之，莫招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比丘通善男子出，不作说法，世人回复手指火光，手出其光，分放所听，四众头上是诸听人，顶上火光，皆长数尺，一物热心，增波焚烧，回水上行，入履平地，回于空中安坐不动，回入瓶内，回出囊中，月又透墙，增无障碍，唯于刀兵不得自在，自言是佛身照白衣，受比丘礼，诽谤残律，骂力徒众，揭露人事，不必计嫌，其人诚不矫之，魔招也不知道有魔所招，招在他身上了，一言自得，也自己说自己得到啊这无上涅槃了，得到涅槃的妙果。来比丘通，来啊到这个求神通啊，这个人善男子处，这个善男子这个地方，佛作说法，也给他说法，世人回复手指火光，这个魔父的这个人呢啊，或者手里拿着这火光，手指火光，手出其光，手里啊一个手拿着火光，一个手又把这个火光啊用手这么抓起来了，放到旁人的头上，分放所听四众头上，放到这四众的头上，一个人头上放一堆火，一个人头上给放一堆火，是诸听人呢，这所有的听的人顶上火光，顶上的火光啊皆长数尺，这个字啊也可以读长，也可以读长啊，长了有数尺，也可以说长了，长起来数尺，它放那儿的时候呢就是这么一把火放到这个人头上来，它就一点一点长，长起来是好几尺长啊，长起来好几尺长，已无热性，也没有啊热的这个性质，蹭不焚烧啊，也不啊也不再往旁的地方去焚烧，回水上行，
这个魔所招的这个人呢，或者在水上走路，入履平地，就好像在平地上一样，回于空中，回在空中啊，他行走，安坐不动，坐在空中，空中本来是无所着的虚空啊，他坐在虚空里边，回入瓶内，回者呀，他自己钻到瓶子里头去，回出囊中啊，回者呀，啊，钻到一个口袋里头去，月又透墙，他呀，你这窗户门关着不是吗？他可以呀，随便门窗门不开，他就出去到外边透墙，曾无障碍，一点障碍都没有。唯遇刀兵啊，也就是怕什么呢？就是怕刀啊和这个枪啊刺他，他怕这个。因为什么怕呢？他因为还有行止，他有一个行止的障碍，虽然他有五通啊，但是啊他也怕这个刀来割他，不得自在。那么刀剁他，枪刺他，他不能得到自在，不能得他自在，就是他害怕这个刀啊来砍他，枪来刺他，嗯，自言是佛呀，他自己呀说他自己就是佛了，啊，身着白衣，身上啊他不穿出家人的衣服，穿在家人的衣服，受比丘礼，他穿着在家人的衣服啊，受这个出家人呢来拜他，来叩拜他。诽谤残律，他说这个残和这个律啊，都不对的，都没有用的。骂力徒众，他骂他自己的徒众，啊，揭露人事，也是啊，把人的秘密给揭穿了，不必忌嫌，他也不怕人家讥讽他，也不必嫌疑。口中常说神通自在，回复令人旁见呢佛度，鬼力毁人，非有真实，赞叹行隐不悔，粗横讲诸未歇，一味传法。口中常说啊，神通自在，是吧？种种的神通，回复令人，回者他叫人呢，旁见佛度，见着十方的佛度，鬼力毁人，因为啊，他有一种鬼的魔力啊，来迷毁人，非有真实，不是有真实的功夫，不是啊，有真正的修行的功夫，赞叹行也。他呢所最赞叹的就这个隐喻，他说这真是最妙了啊，这就是菩提涅槃的根本。不悔粗横啊，他说呀，这个这种的行为呀不要紧的啊，不要守戒律，讲诸未歇，讲这一切的这个不清净的这个事情啊，以为传法，他以作为他传他这个法的一种的一种的用途。此名天地大力，山经海经风经河经土经一切草木，季节精美，回复龙妹，回寿中仙，再活为妹，回仙其中，纪年应死，其行不花，他怪所服。年老成魔，挠烂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于是多宣亡难，
这个名字就叫啊，这是天地的大力鬼神。这山上的精灵，或者海里的精灵，或者风里头的精灵，或者河里头的精灵，或者土里头的精灵，一切草木季节精魅，那么记载很多节这种的老妖怪，恢复龙魅，或者呀是龙的这种怪物，魁兽中仙，或者呀这修仙的，他会在修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五千年的寿命中了，这个仙再活为魅，他再活起来呢，就成了一种啊魔魅的魁仙其中，或者啊这个仙呢，他这个期限终了了，纪年应死。啊，算计算计，他到这个年呢应该死了，可是他死了其形不化，他那个身形啊不变换，他怪所附，因为其他的怪物啊又来附到他身上了，年老成魔，这也是年纪老啊就变成魔鬼了，恼烂世人，来恼烂呢这个人的定力，厌足心生，时间久了他烟都新生出来了啊，去彼人体，离开呀这个人的身体了。弟子于师，这个他在的时候，这个魔在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就好像很有威神，跟这个魔一走了，他这时候这个做徒弟的和做师傅的多献王呢，就多被这王国家的王法所限制了，如当仙脚不入轮回，迷悔不知堕无间狱。恶男呐、啊，你应该仙仙的脚悟，不入啊这个魔的圈套，到魔这个轮回里边去，迷悔不知。如果你迷悔不知道啊，即堕无间狱，就会堕落无间地狱里了。又煞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入灭，研究化性，贪求深空。又煞男子受阴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在这三摩地里头啊，心爱入灭，心里啊就生出一种啊爱好入灭的一种心理，研究化性，研究啊这种啊自由化无、自无化有这种变化的情形，贪求深空啊，他呀贪图啊一个深的空理。而使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夫人口说经法。当日之时啊，这个天魔就等着你有这个机会了，于是乎啊他就非经夫人啊口说这个经法。其人终不晓之，莫招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彼秋空善男子出，不作说法于大众内，细心忽空众无所见，欢从虚空突然而出，存莫自在，回现其身，动入琉璃，回吹手足，作旃檀器，回大小便，入后十米，飞回戒律，清见出家。其人终不晓之魔招，这个被魔所缚的这个人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由这个天魔来招他这个身了，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他也是这么说，
说什么呢？说、哦、他已经得到无上的涅槃的妙果了。来比丘空善男子处，来到这个求啊身空啊，求这个灭的这个人这个地方，不作说法于大众内，在这个大众内七星呼空。这个被魔所招这个人呢，他因为有魔的神通啊，忽然间他这个身体七星呼空没有了啊，他在这说说法，你看不见他了，变成一个人空法空啊，人也没有了，法也没有了，众无所见，大家都看不见了，还从虚空等了一等啊，大家等几分钟之后啊，还从虚空，他又从这个虚空突然而出，又出来了，存没自在，他愿意存在就存在，愿意没有就没有，存在和没有都是自在的，都是啊随他自己的意的。回现其身，动入琉璃，回者呀、啊，把他这个身现的像琉璃光那么样子，透明的啊，里边也可以看到外边，外边也可以看到里边。回吹手足，回者呀、啊，他把这个手往下一吹，做旃檀气。就由这个旃檀香气放出来，回大小便，回着他大便，回着他小便，入后十密，就好像啊那个非常浓厚啊那个冰糖一样，那个冰糖啊啊，他大小便像那个冰糖那么甜啊，非毁戒律。他说你不要吃戒律，吃戒律那小乘的东西，你吃它干什么？没有什么大意思。轻贱出家，哎，你不要出家，你修行就是修行了，何必出家呢？哎，出家人，出家，和在家又有什么分别呢？啊，就这么回谤出家人，口中常说无因无果，一死永灭，无福后生，积诸繁盛，虽得空寂，潜行参与。受其欲者，以得空心，波无因果。口中常说无因无果，说没有因也没有果，你不要信因果的。这个因果呀，啊，这是一种错误的，没有这么回事的。啊，一死永灭，一死你人死入灯灭，你死了就没有了。无福后生的，没有来生的，没有来生的，记住繁盛。他说也没有繁，也没有盛，啊，那不过都是那么讲而已，没有繁盛。虽得空寂呀、啊，虽然他这个人呢得到一种空寂的道理、空理，但是啊，潜心贪欲，这私偷偷的他竟行这个行淫欲。行这个贪欲就是淫欲，受其欲者，和他行过淫欲的这种的人，已得空心，也就得啊被受了这种魔气呀、啊，他也有这种什么都空了啊，波无因果，他没有因没有果，不必信因果的，此名日月薄时。精气金玉之草，临风归毫，经千万年，不死为灵，出生果度，年老成魔，挠烂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于是多现亡难。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啊，这个日月的精华，薄时精气啊，日月啊，也日时月时啊，这相交的时候，日月相这个相薄时的时候啊，有那种的精气堕落到地上，
金玉芝草，或者落到这个金子上，或者玉上，或者芝草上，或者呀这个麒麟凤凰，或者是龟，或者是猴，经千万年，他们活了千万年了，不死为灵。他因为不死啊，他也就成了一个精灵了。啊，出生国度，出生啊，到这国度里边，年老成魔，脑烂是人啊，因为年老成魔了，就脑烂。这个修道的修定的人，厌足心生，他时间久，他也生一种厌烦的心呢，啊。去比人体，就离开他所附的这个人的体了。于是乎啊，这个弟子和这个师父啊，就一起受王法的限制了。如脚，如当先脚，不入轮回，迷回不知，堕无间狱。你应该啊，先先的脚悟。不入啊，不堕入啊，这个魔王的轮回里边。你如果迷悔不知，堕无间狱，将来啊，你不觉悟就会堕无间地狱的。又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长寿。辛苦严积贪求永岁，气愤断生顿息变异，气象成诸。又善男子，在修定这个善男子，受因虚妙，受因呢虚名而微妙，不遭邪律，这时候呢不被这个邪律所扰。原定发明，在这个圆妙这个定里边呢，就发明出来这三摩地中，在这个定中里边，忽然间呢就生出了一种的变化。什么变化呢？这个心爱长寿，忽然间心里就想着啊、哦，我这永远不死啊，长生不老是最妙的。于是乎啊，他就辛苦研积，他辛辛苦苦的就研究那个极微奥妙的地方，极微那个最微细那个地方就叫极。贪求永岁，他呀想求这个长生不老。气愤断生，气这个愤断生死，气呀就舍弃了。什么叫愤断生死呢？咱们这个人呢，每一个人这个生死就叫愤断生死。每一个人有一愤，这叫愤；每一个人有一断，这叫断。怎么叫一愤呢？你也有一个身体，我也有一个身体，你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你有你一份，我有我一份，这是愤。断，断呢？就是由生到死，这是一个段落。啊，由你呀、啊、地下到你头上，这也是一个段落。所以呀、啊，这叫分段生死，顿息变异。这个分段生死啊，是啊，凡夫有分段生死，证了四果阿罗汉呢，就没有分段生死了，但是他有变异生死。怎么变异生死啊？他还念念牵留，有这个念呢，念生念灭，念生念灭，这个念念呢是变异的，这叫变异生死。那么他在这个分段生死他没有了啊，顿息变异，他想啊要变异生死也没有啊，细相常住，那个细相啊，微细那个相啊，常住得到永生，得到啊这个长生不老了。因为他有这种贪心呐、啊，一生起来这个贪爱爱心爱长寿啊，所以而是天魔后得其变，
费经夫人口说经法，当儿之时啊，这个天上的魔王啊就等着得到这个机会了。于是乎啊，就费经夫人叫一个魔王的眷属啊来附到一个人的身上口说经法，来给他讲经说法。其人颈部脚至摸着以言自得无上涅槃，来比求生善男子出辅作说法，号言他方亡还无知，回京万里瞬息再来，皆于彼方取得其物，回于一处在一宅中，数步之间令其从东一至西壁，世人疾行累年不到，因此心心于佛现前。嗯，其人颈部脚之魔招，这个被魔所缚的这个人呢，他自己因为失去知脚了，他完全被这个天魔啊控制他的这种思想了，他自己所以不知道着魔了，以言自得，也说自己得着啊无上涅槃了，得到无上涅槃的妙果，来比求生，来这个求长生这个善男子处，到这个想要求长生这个善男子这个地方来辅作说法，搭上来一个法台就说法，号言他方亡还无知。他欢喜说什么呢？这种的魔他说啊，我到千里万里呀、啊、现在就可以去，现在就可以回来，我从这儿啊到日本去，不要坐飞机的啊，到日本我又可以啊随时买东西啊，把日本的东西就拿回来啊，你要不信我就给你试试看啊，这个就专门显神通，专门显他这种的不可思议这种的微妙的作用。往还无知，我去回来呀、啊、去和回来呀、啊、都不停不留之啊，也不要需要多少时间啊，回经万里，回者呀经过万里，瞬息再来啊，我呀就这么一眨眼的时候，一瞬眼的时候我就来了，这么喘口气的时候我就回来了，结于彼方，我不但能去能回来，而且还可以在那个地方啊取得其物，买东西啊可以把这个东西啊拿回来，你要不信我这个东西就是在日本某某公司啊那个地方专利品呢、啊、我买的，你看看啊，这个或者收音机啊，或者是无线电啊，或者是录音机啊，这是日本的牌子啊，也没有经过入口啊，什么都没有的，这是那块的出口的东西，那个公司所出的产品。回一处，回的就在一个地方，在一宅中，在一个房子里头啊，数步之间，数步啊就是七八步远，这么距离，令其从东，使令一个人呢从东边往西边走啊，从东一直西壁，到西边那个墙那地方，这虽然数步远不是吗，世人疾行，这个人呢就逃着走啊啊，疾行啊不欢跑啊，累年不到，从这个这是就是几步远的期间呢，他跑啊跑一年也跑不到，从东边这边跑不到西边啊，你也这累年不到啊，因此心信，因此啊你看成年也跑不到这个地方，既然看着也走不到，依佛现前啊、哦、这是佛现身给我说法呢，对啊，心里啊就怀疑起来，口中常说十方众生皆是我子，我生诸佛，我出世界，我是圆佛
出世自然不因修德。口中常说十方众生，说呀，你知道吗？十方所有的众生啊，皆是吾子，都是我的儿子。十方所有一切的众生都是我的儿子啊！啊，我生诸佛呀，你知道佛是谁的儿子啊？佛也就是我的儿子来的，就这么自己大言不惭的。啊，我出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我造出来的。他说，这个一切的佛呀，都是我生的，我造出来的这个世界。我是圆佛，我呀是第一个佛，啊，在我以前就没有佛了，出世自然，我是自自然然呢就造出这个世界了，啊，不因修德，不，我出世就是佛，也不需要修行，啊，不因修德，不是因为修行才得到这个佛的。此名住世自在天魔，持其眷属入遮文常，即四天王披舍童子，未发心者立其虚名，持彼精气回不阴湿，其修行人亲自观见，称之金刚，于如长明现美女身，盛行贪欲，未于年岁肝脑枯竭，口尖毒言，听绕幽昧，前人未降，多现亡难，未及欲行，先已干死，挠烂鼻人一至足云，此名住世自在天魔。这种魔是什么？叫什么名字呢？就是叫住世自在天魔。使其眷属，他呀，使令他的眷属，他眷属是谁呢？入遮温察，啊，遮温察是梵语，翻到中文呢就叫奴鬼。怎么叫奴鬼呢？就做奴隶的这个鬼神，又叫嫉妒鬼。他这个鬼呀，专门妒忌人的，你有什么好事他就妒忌，专门妒忌。你是小佛吗？啊，他就不叫你小。你要小好吗？啊，他就往那坏的地方拉你。这个所以很坏的，这个鬼可以个坏鬼，可以啊说是个坏鬼。这个鬼呀，他呀，这个住世自在天魔呀，他叫这种鬼呀去恼烂这个修定的人，这周恩堂及四天王和这个四天王的披舍童子。这个披舍童子也就是披舍遮，又叫披舍舍啊，前面没有。这个鬼呀是专门吃精气的鬼，吃精气啊，吃这个五谷的精气呀，和这个人的精气呀，啊，好像男女这性行为这个时候啊，有一种精气流出来，他都去吃的这种鬼。所以呀，就是在男女性行为那时候，很多鬼在旁边那等着呢，等着吃这个精气呀，很危险的。未发心者，没有啊发这个心，这些个人呢，啊，立其虚名，啊，贪图啊他这种虚名，啊，使彼精气，
在这个没有发心这个人呢，他也不知道这个提舍是童子等啊，他就贪这个人这个虚名啊，贪人这种灵性，施彼精气，他就施啊人这种精气，回不因施其修行人，回者呀、啊、没有，他没有师父，在这个修行人啊，其修行人亲自关键的，这个修道的人呢就亲自关键了，关键什么呢？称指金刚神呢、啊、他说他就是这个金刚护法，指金刚神与汝长寿，他说我来干什么来了，我现在就给你长寿了，给你叫你活长年纪啊，献美女神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就变一个美女，盛行贪欲啊，盛行啊，这个盛行啊啊，就是啊行了一次又一次，行一次又一次，哦，这没有完那么多的次数，什么呢？就是这种贪欲淫欲啊，未逾年岁呀 啊没有到一年，你说怎么样啊啊，没有过一年的肝脑枯竭呀，肝脑枯竭，这个脑枯竭了啊，可以说是精脑枯竭啊，他这个精气神呢都干了，为什么呢？这太厉害了嘛，你看盛行，这个盛行两个字啊，这就不用非同凡响了，不是泛泛了，不是普普通通的那种啊正常化了，所以啊这盛行贪欲啊，这个要讲就在这个地方，一定这个美女就说啊，你男女的事情你做的越多就越长寿了，你的寿命就长了啊，虽不知长寿长寿贪着长寿变成短寿了，没有过一年就肝脑枯竭了啊，口尖毒言呢，这时候这个人呢啊口里啊自己和自己讲话，其实他不是自己讲话，他就和这个魔鬼讲话，和这个魔鬼讲话啊，听到妖媚啊，你旁人听着他就好像妖媚说话似的啊，其实啊他不是他自己讲话，他就对着这个魔鬼讲话，不过你旁人看不见这个魔鬼，我啊这种的魔鬼我都遇到过，我遇到一个人呢啊，他天天晚间呢就有个女人，白天没有，晚间就有个女人来，这女人一来的时候啊，他家里所有的人都听得见这女人走路的声音，也穿着那个也好像高跟还高跟鞋似的，一走嘎噔嘎噔嘎噔的踩在楼板响，但是旁人只听见这个响，看不见这个是人，那么他呢一对这个女人一来了，他也不管人有人没有人的啊，他就把衣服是脱了就上床，就乱来一顿，这就是这种的鬼啊。以后他的有一个，我那边有一个古大神，就是巫医啊，这个巫医啊就去到他家里给他治这种魔病，治这种魔病，这个魔鬼就来了，就告诉这古大神说，好了，你现在不来给他治病吗？这个地方这个病人好了，从今天开始就好了，可是啊我现在就到你家里去，我就要和你来斗斗法。果然从此之后就到这个古大神呢这古巫医的家里去了，他的哥哥也一天到晚有这个魔鬼来和他有这种的不正当的行为啊，这个魔你说怎么样了？哦，厉害了，厉害了，这个魔真厉害啊，前人未详，前人呢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种情形，多现王呢，所以啊也多数受这个王法的限制，未及欲行啊，也未及啊考审问啊，
考试跟考问审问的时候先已干死，已经在狱里干死了，精气神都没有了，所以干不死了。脑烂鄙人以致俗云呢、他脑烂这个人的定力啊，所以乃至于到这个死亡的这种程度上。汝当先脚不入轮回，迷回不知堕无间狱。恶难呐，你应该先脚悟，先明白这种的道理，不入轮回。如果你能觉悟这种的魔的境界，你就不会上魔的这个圈套，而到这个魔王的眷属里边去迷悔不知。如果你要不觉悟呢，那就毫不客气，一定要堕落到无间地狱的，一点人情都没有的。恶难当知是十种魔，欲末世时在我法中出家修道，回复人体毁自现行，皆因已成正见之脚。恶难呢，你应该要知道以前面在前面所讲这个响应所发生的这十种阴魔的境界，欲末世时啊，尤其啊在这个末法时代，在我法中啊，就是在我佛法里边出家修道，回者呀他出家修道回复人体，或者呀这个魔王啊附到人的身上，人的身上毁自现行，或者呀他自己现出来他自己呀、啊、这个魔王的神通，现出啊种种的形象，或者现佛身，或者现菩萨身，或者现阿罗汉身，回者呀现天人的身，这魔王啊什么身他都可以现的，所以啊皆言已成啊，皆言已成，他们都说他已经成了什么呢，正遍之脚，正遍之啊也就是佛脚，那么有正之有遍之。什么叫正之呢，知道啊这个心保万法，这正知，也知道万法唯心，这是辨知，有这个真正的正知正见啊，这是啊佛啊叫正辨知。可是这个魔呢他自己也啊冒充佛，说他也是正辨知了。那么在释迦牟尼佛呀入涅槃的时候啊，这个佛呀说这个就叫魔王来呀，也吩咐魔王说你呀规规矩矩的啦，你以后啊都要守规矩的，不要啊不守规矩。魔王说啊我守规矩，守你的规矩，好，我到你的末法的时候啊，我就啊穿你衣服吃你的饭，我把你那个饭锅里头啊饿死，所谓啊啊我在你那个里边来破坏你的法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听见这话啊就忧愁了，释迦佛都忧愁了，就落泪了，说你我真没有办法，你这个是这个方法是最毒了，这所谓啊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
狮子啊，那个狮子 lion， tiger lion 啊，那山上的虫子，它吃那个狮子身上的肉。那么这就是啊，表示末法时代啊，这魔强法呀，这个魔王啊最多了。所以呀、啊，俺们修道的人呢、啊，切记要小心呢、啊。什么叫魔王呢？这魔王啊，就是与人不同的。你看他那个样子，磨了磨漆的，啊，就是个魔王，啊，他很特别的，这也是魔王的表现。赞叹隐喻破佛律，现恶魔使与魔弟子隐隐相传，入世邪经昧其心腹，尽在九省多于百世，令真修行总为魔眷。赞叹隐喻，这个怎么能分辨出他是魔来了？他不赞叹正修，他赞叹呢这个隐喻啊，公开呀，宣布这个隐喻破佛律仪。他说啊，佛这个戒律呀、啊、都没有用的，不要守佛的戒律啊，佛的戒律呀、啊、是给小乘人呢守的，俺们都是大乘菩萨，俺们都是大乘佛，俺们即是啊已经成佛了，所以呀、啊、都不要这个不要守戒律了啊。他赞叹隐喻，现恶魔使，以前那个恶魔的这个法师啊，与魔弟子和这个魔王的弟子隐隐相传，互相宣言，互相啊赞叹这个隐喻，说哦，这是最好的最妙的一个法门了啊，这是真空妙有啊，就在这里啊，都是就是这个道理。入世邪经啊，像这一类的这个邪经啊，啊，什么哪一类的，就赞叹隐喻的这个邪魔，昧其心窍啊，因为有这个邪魔迷住他心窍了，所以他就啊贪图这个隐喻，也就啊公开宣言，就是因为魔呀、啊、入他心窍了，被魔魔住了，尽在九省。尽来说就是九生，什么叫一生呢？一生啊，说这个人呢由生到死，这是一生，不是的，这一百年呢算一生，这九生呢就是九百年啊，九百年呢这就是九生，多于百世，多呢就过超过一百世啊，多少是一世呢？这一世啊就是三十年，三十年呢算一世，那么这一百世就是三千年，那个九生啊就是九百年，这个是三千年百世。令真修行总为眷属啊，这么九生啊，要是按经来说，就是九生啊，这个修道的人就会做魔的眷属了。要是按缘来说，就要一百生一百世以后啊做魔的眷属了，因为啊他被魔迷住了，你虽然迷住了，都要啊经过多几个生生世世啊，怎么时间久一点，魔他才能正式啊参加这个魔的眷属。要不够这个时候呢，他那个性啊还没有完全变成魔的那个魔性啊，你知道那魔是什么变的？魔也就是这些个不正当的人呢去做的，他们不正当啊就会做魔的，但是啊没有那么快，那个魔王啊追他跟着他迷他，尽就是九生，缘呢就是百世，命中之后必为魔民，失正殿之堕无间狱。这个等到九生或者一百世
他命中了之后啊，必成魔民呢，他还不能做魔王去，因为那魔王就一个，你做到那儿做魔王去没有那么多，是可以做的魔民，做的魔王眷属的老百姓。施政便知啊，施政便知他失去啊这个正知正见，就啊变成邪知邪见，他就随着魔王啊去行事去了，堕无间狱。将来啊他这个魔斧将尽呢、啊、寿命终的时候还要堕无间狱去。如今未须先取寂灭，总得无效留怨入彼末法之中，其大慈悲救度正心，身心众生令不着魔，得正知见，我今度汝一出生死，如尊佛语明报佛恩。阿难呢、啊、你现在呀未许，你先不要干什么呢，先取寂灭啊，你不要入涅槃的，你要啊在这个世界上替我教化众生的啊，你现在纵然是得到这个无晓了，你是得到无晓的这个果位了，现在啊恶难正的二果还没正式得到无晓位，可是啊他这种的修行的道路他是明白了，所以呢他现在啊是已经啊可以列到无晓的位上了。留怨入彼呀、啊、你要保留你这种呢慈悲的愿力，入彼到啊那个地方去，什么地方呢，末法之中啊，到那个将来呀、啊、正法已过，相法已转，到那末法的时候啊，其大慈悲呀、啊、你呀要发大慈悲心呐、啊、恶难呐、啊，发大慈悲心干什么呢，救度正心啊，救度一切的正心的众生啊，深信众生，你要啊深信这个众生令不着魔啊，你呀、啊、度众生，令众生深信你，烈使令他们不被魔王所迷啊，不要魔王得其方便啊，得正之见呢、啊，你令这一切的众生啊，末法的众生啊，就是你我现在这个众生啊，不是旁人呐、啊，你自己要警惕自己呀、啊，要自己呀、啊，啊，要有正知正见呐、啊。我今度汝啊，释迦牟尼佛说，我现在度你呀、啊，恶难。一出生死啊，你把这生死已经了了，现在你正到二果，正阿罗汉，正四果，你也都明白了，你的生死可以说是了了。如尊佛语呀、啊，你现在呀、啊、听佛的话啊，佛吩咐你做什么事情啊，你不要忘了，你要尊啊。尊顶佛的所吩咐你的语言，明报佛恩呢、啊？这就是报佛的身恩啊！什么是报佛恩呢、啊？你只要听佛的话，就是报佛恩呐、啊。俺们现在想报佛恩呢，也就是听佛的话，听佛的话就是报佛恩。恶难报佛恩，要恶难听话；俺们报佛恩，俺们也要听话啊！俺们听释迦牟尼佛的话。听这个法师讲经啊，讲这个道理，你们也要听话。所以最初我对国父说啊，你要听话，现在都要听佛的话啊。我不是佛啊，但是我也要听佛的话，你也要听佛的话。俺们千万不要啊，不听佛的话。恶难入世十种参哦，现境皆是祥也，用心交乎。故现四世。恶难呢、啊、像上边所说这十种的禅挪净律啊，这个净律
这功夫陷阱，你用功啊，用到这种井盖上了，皆是响音呢、啊。这种的境界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都是从这个五音里面这个响音而变化呀，逼扎出来的。你用功用到极点了，就有这种的陷阱。有这种的陷阱，你不要认贼作子，不要被动这种境界所转。所以呀，你要在这个时候，这是用心交互，用心呢，在这个坐禅呢的时候，这用心，用心呢，这个响音里头啊，这种音呢，和你用功这种功夫的这种力量啊，互相交战，互相作战，就好像啊打仗似的。这一打仗，如果你这个定力胜了，把这个响音就打败了；你响音要胜了，你这个功夫要不存在了，你功夫啊要散失了，没有定力了，你就找到魔的境界上了。所以呀、啊，就有这种的事情现出来。众生顽迷，不自存量，风词因缘，迷不自识。未言登圣，大王语成，堕无间狱。众生顽迷，这说众生啊，有一种执着心，顽固不化，愚痴无智，不自蠢量啊，不自己呀、啊，给自己想一想，不自己呀、啊，量度一下自己，封此因缘。遇到这种啊魔的境界来了，魔的境界来了，迷不自识，最要紧的要迷不自识。要是你能识了，就不被境界转。能识，识就是认识，认识就是觉悟，觉悟就是不迷。所以呀、啊，你要是明白了，就不迷了；你不明白，就迷了。迷就是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啊，反而怎么样呢？就说了，哦，你知道我啊，我现在已经成了佛了，哈。啊，我这成佛呀，非常容易的啊，连两块豆腐都不那么多钱都不需要用，我就成了佛了。你看这太容易了，自己呀就是说自己成佛了，又说自己得道了，又说自己开悟了，又说自己破本参了。本参呢，就是他参那个话头，他明白那个话头了。好像啊，今天来这个美国人呢，这和前几天那个美国的六祖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呀、啊，佛也不拜，塔也不理。你前边不讲过，不理塔面啊，他也不拜佛，也不听法。你在这吃了饭了，完了就走了。你说这个，你为什么他走呢？就是他那个魔牵着他走了，啊，小的那一个周身魔气。想在这地方停留再多一分钟啊，他心里觉得都不舒服了，啊，吃饱了就跑了，吃饱饭就跑了，哎、啊，就是这一样的，你这就要认识他，要认识他，啊，他说他也就他意思他也就成了佛了，所以不要拜佛的，嗯、啊，这大王语成啊，堕无间狱啊，将来是要堕无间狱的，你别看暂时。这要百少者九生，多者百世啊！为什么他不听佛法？就因为他有一股魔气在身上，他想要听，他周身都不安乐，在这地方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啊！本来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讲，你们都要注意，以后到任何的庙上啊，或者佛堂啊，一定要遵守人家那庙上的规矩，看人大家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自己呀、啊，到那地方
好像人家拜佛，我在那儿一站呢，这个是最不好看的一件事。所以呢，这个并且他这样子呢，是到处学不到佛法，学到佛法一定要卑躬折戒，要谦恭下气的啊，要这样。汝等必须将如来语与我灭后传世末法，便令众生开悟四义，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福护成无上道。汝等必须啊，汝等是谁呢？就是恶难所有在会这个大菩萨、大阿罗汉、大比丘僧与大富长者等，这一切的人呢，都佛都吩咐了，汝等必须，你们必定啊，应该做的事情，做什么事情呢？讲如来语啊，讲我如来所说的这个话呀，啊，与我灭后啊，在我呀灭度之后传世末法，你们切记要啊相续不断的传世给末法的众生啊，便令众生，便令啊普遍的令一切众生开悟四义，明白啊，我所说这个楞严经这个道理啊，这个五十种的阴谋呀，这个色魔和这个受魔想魔，前边我所说这个道理你都要宣传给他们，令他们听着，无令天魔呀，不要使令这个天魔啊得其方便的，这个天魔你要是给他机会令他们得便了，那就不得了了，你要保持福护，你又要保持这个佛法，又要拥护这个佛法，成无上道，你才能成就这个无上的道果呢。